这个火车站离机场很近， We'll figure it out very soon， 走吧。440 dirhams。我们刚刚买到了去 Marrakesh 的火车票，就是整个过程让我非常震惊。这边非常非常的发达，就是从机场一出来，下个电梯就直接到了卖火车票的地方，然后有一个小哥在一个自动贩卖机旁边帮我们在30秒内就出了两张 first class 的票，那只要22欧，嗯哼，一等票，感觉还是气差非常，有一种沙漠酋长的感觉，性价比很高。不过我们等下上车就看一下这边一等舱的规格是怎么样。我们现在正在走出Marrakesh 的火车站，其实我们并没有看到卡萨布兰卡长什么样，但是我们现在看到了 Marrakesh 长什么样。超凉爽，这里超凉爽，对，没错，在这里跟撒哈拉有什么关系，我是想不到的。一群狗要穿秋裤。然后路边又开始拉这个出租车的，现在我们面临一个很大的情况，是我们应该怎么去那个酒店。Okay. 在吴博士的号召下，我们走了半个小时，终于走到酒店。看酒店怎么样？啦啦啦啦啦！我们还要过安检吗？哈哈哈！我们要过安检。肯定会响啊，它就是金属检测器嘛。I'm no idea, 我。哇哦。我们来到了 Marrakesh 的酒店。Marrakesh 的酒店。As usual, 我们又有了 Marriott 的 points 来换。然后周博士可能是这个酒店头一次来的 ambassador， 也给了我们无数多的免费的这个那个。这里是他的一个套房，套房第一个厕所。然后这里是客厅。这里是客厅。然后我们还有自己的小阳台，有一个小阳台，风景还不错，风景还是非常的热带雨林，撒哈拉到底在哪里？然后我很喜欢这个门，哎，啊，这是门吗？这是门，但它是，哇塞，是可以拉得动的，是可以拉得动。Anyway， 这就是我们卧室的门，嗯，然后卧室很大。很不错，这边还有一个阳台，就是可以看到风景，然后那边可以看到游泳池。然后电视里面正在教我们如何讲法语。我们刚刚梳洗了一下，然后现在准备出门吃晚饭。哇！我闻到了羊肉串的味道。韩国有什么差别？你要喝吗？
你要喝吗？阿里嘎多，阿里嘎多，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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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四个人待会儿就可以拿一个团居，然后我们就买了，然后这个哥们就给了我们一个要二十的，说是高级版的混合火鸡。Beautiful. A lot of meat. Wow.